作业写完喽，真简单。哈哈，那么快？我还有这么多。洛克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好啊，好啊。连城猫，不准帮做作业，让洛克自己学习，否则两人一起罚。互相帮忙也不行。学习是需要自己的努力，考试时才会有实力。罗克，罗克，作业写完了吗？出来玩球，出来玩球嘛！嘿，哎，球球，你们也很无聊吗？想玩球吗？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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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帅了！你们踢球比罗克还厉害。作业写完了。哎，变成猫呢？罗克，卡布不见了。罗克，我的卡布失踪一天了，整整一天了，究竟去哪儿了？到处都找不到呢。找得到，找不到，找得到，找不到，卡布会不会被坏人拐走了？别急别急，他们可能只是出去玩。小球换大球，怪我！卡布们不见了，还有变成猫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警长，车修好了。我们现在要去矿洞调查怪物的事，找宠物的事就先等等吧。怪物，对，矿洞最近有奇怪的声音发出，据说里面有个专门吃宠物的怪物。吃宠物？有怪物啊！怎么回事？矿洞怪物太可怕了。哎，这不是变成猫的球吗？矿洞口捡的，还你。在矿洞口，也就是说，小猫咪也被怪物吃掉了。变成猫被吃掉了，那卡布也被吃掉了吗？小强，给我停下！吃掉？没吃掉？吃掉？没吃掉？我们现在就去调查。我们也去看看。他们被吃掉了，我们快点进去救卡布吧。警长，我们想跟着你们一起进去。里面很危险，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来。可是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好可怕！你们小心一点，我们去找增援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进去看看。我怕。不管怎样，不能放下变成猫和卡布们不管。我也要进去。我感觉这里面好吓人呢。有怪物！别慌，说不定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呢。
你又踩到什么了？不是我，是后面。大家不要害怕。人呢？你们看，什么嘛？是老鼠。我们继续找吧，不知道变成猫和卡布们在哪里。已经被吃掉了吧？你说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还不是你没空陪我玩，卡布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就自己玩喽。对不起，卡布球，都怪我最近因为学习太忙没注意你。卡布，对不起，卡布追，以后我一定好好珍惜你。我也一样，卡布方。卡布。变成猫，对不起啊，我以后会多陪你玩的。要先完成作业哦。那当然。哦，对了，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怪物吗？怎么可能，根本就没有怪物。怪物来了！喵，我可不想被吃掉啊！快跑啊！前面有矿车，快走！安全了！啊，罗克，前面！罗克，快想办法呀 ！UBIQ。这段断轨有240厘米长，铁轨是由宽20厘米的长方体组成，而且每块间隔40厘米。那需要多少块长方体来组成轨道？20+40+20+40+20+40=240，一共有4个20，所以要有4块长方体。有办法了，变成猫，有必要 Q，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
只要我们挡在这里，怪物就出不来了。兵长真聪明。警长，怪物在后面追出来了。是多利，原来怪物是多利呀！这就是吃宠物的怪物啊！耶，多利今天哪儿去了？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精彩的故事结束了，又到了猫老祖的科普时间。看到罗克急中生智，用卡布们拼成铁轨和钻车，带领大家脱离险境，是不是很帅气？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见的生活用品也是和几何体有关的，比如说洗衣机，就像一个正方体，篮球呢，就是球体。陀螺呢，是锥体，所以小朋友们，几何体与我们息息相关，是不是很有趣呀？快拿起小本本，分析一下家里的东西，都是由什么几何体组成的吧。我们来救你了。你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了？有怪物吗？我好怕呀。哎呦，我的脸，更帅了。敬爱的市民们，为了庆祝国王又变帅了，今天将举办荒岛杯竞技大赛，冠军将会得到国王的魔法镜子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啊，荒岛杯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哎，罗克罗克，我们去参加吧。不去。哎呀，去吧去吧，一定很好玩的。国王办的比赛奖品都很小气，不去。去玩球吧。最喜欢的镜子哟。罗克罗克，怎么办呢？我会不会被赶出去啊？也许会吧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不想再无家可归了。罗克，你要帮帮我呀。看来只能去参加国王办的荒岛杯竞赛了，把镜子赢回来。嘿嘿，终于可以参加荒岛杯喽！赢得国王的魔法镜子，我也不会被赶出去喽。国王那么喜欢镜子，是不会轻易让你赢的。赢，输，赢，输。国王驾到！亲爱的朋友们，万众期待的荒岛杯就要开始了！哇，爸爸好帅呀！比赛规则很简单，组成两支队伍，进行三场障碍跑比赛，先到达终点就能得一分，三场下来最高分的一队就是胜利者。裁判就交给两位警长来担任。这很简单嘛，有 BIQ 就可以轻松通关了。不可以使用任何工具，包括 UBIQ 和卡布。我来肯定能赢。宠物也不可以参加。我不是宠物。好难呐，我好害怕呀。小强加油。裁判，他们四个怎么一起唱啊？这是犯规啊。我的士兵是一个整体，相当于一个人。裁判组一致认为没有犯规。
啊！大家各位，预备！啊呀！好吓人呐！小强，快给我起来，要不然我擦你脸！我不要擦脸！臭不来了！肚子太大了！你怎么又长胖了？回头给我跑500圈减肥！你们快来救我呀！别管他了，你们两个先去终点。小强，快到终点了，加油！哦，我们赢了！本场比赛，等一下，罗克，你不认输吗？刚刚国王说过，加减乘除是一个整体。那又怎么样？所以应该4个人到达终点才算赢。现在才2个人到达终点，所以应该是小强赢。只能这样。根据裁判组的讨论，罗克队得1分，国王队得半分。哈哈哈哈！居然有得半分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走得真慢，怎么回事啊？肯定是国王搞的鬼。哇，好高的墙，怎么爬呀？这下轻松多了。裁判，黄花犯规。没有啊。哈哈，我们赢了。罗克，这样下去我们要输了呀。我有办法了。各就各位，预备。罗克加油啊，为了妈妈的金子。身手敏捷的国王怎么摔倒了啊？这可恶。你看我追上你。谁把这个洞弄这么小的？可恶，凭我的身材怎么可能钻不过这个洞？加减乘除。不能让罗克赢，加减乘除。是。我先走了。这也行。救命啊！不好，大家快来，国王掉河里了。爸爸，我来救你。等等，花花，游泳圈是不能够当作救生工具的。难道不是一样的吗？救生圈是有救生作用的，它能够耐高低温，在水中能支撑14千克左右的铁块在淡水中持续漂浮，而游泳圈只是普通的水上玩具，容易破损漏气，是无法承担救援作用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变成猫，让卡布们出马吧。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
变成鸟数学班万能的工具，变成鸟数学班卡布战神器，卡布翻卡布圆还有卡布追，变成鸟数学班卡布喵喵喵，卡布圆还有卡布追，加油加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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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点就没命了，国王。这场比赛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吧？比赛奖品呢？奖品是花花的绘画作品《魔法镜子》。镜子居然是花花画的，国王就连奖品也给我耍赖啊！这下我要被赶出家门啦！我们还是诚实一点，回去承认错误吧。是啊，希望妈妈会原谅我们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打碎了镜子。妈妈喜欢诚实的孩子，这次就原谅你们了，下不为例。谢谢妈妈。不过，国王刚刚请人送来一面镜子，照起来有美颜效果哦，我感觉更美了。又被国王耍了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，今天就来谈谈水上活动的安全。夏天天气炎热，到泳池及海边玩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，但是安全是最重要的。一，穿着要适当。二，游泳前一定要做热身运动。三，不去危险的区域游泳。四，泳池水边不可打闹。五，使用合格的救生设备。六，听从救生员的指挥。小朋友们，游泳要去正规的游泳馆，不能去危险的小河里哟。